要在那边敲鼓，在那边找。认真一点啊，不然要扣薪水啊。太好了，这颗石头最好用。轻轻敲，敲太碎，到时候没有得吃哦。老师，这个已经过了。那就直接丢回下去就好了、啊。好了，这是好好敲啊，改天就每人带一罐回去的啊。阿嬷做的最好吃哦。对啊。那你要请，你要把阿嬷的撇步学起来呀、啊。可是阿嬷已经忘记了啊。那你要去问他啊。啊，刘一正。我问过了啊，他忘记了。哦，一直喷到我的镜片，看不到了。等一下再洗啊。好，镜片拿过来。破了。反正没有戴眼镜还看得到啊。我会砸到手。不会啊。喜羊羊，你加油好吗？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人敲五十颗就好了。我已经忘了算了。对，他都老师说从现在